平燕唱歌，我觉得，我自己听了，我就觉得很容易把人家带进去，我觉得很好。你自己有你自己唱歌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，我觉得很好。谢谢老师。平燕呐，老师好。你刚刚讲说，你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你的高音啊。我认为你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你的态度，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，那叫勇敢。虽然有瑕疵，那是一定的，连原唱唱这首歌都可能唱不到他原来的功力，更何况你是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孩子。所以我要鼓励你，明知不可为之是很棒的一个态度。那你今天也没有差哦，当然有一些音准上的差池，尤其第一句出来有点可惜，但是你后面唱得很棒，那都超越你的能力，所以给你很大的鼓励，好吧，加油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谢谢。